兄弟你们们，电视呢吗？这春节啊，吃那么多饺子，吃了那么多饺子，啊，这么多馒头，哎，我一两肉没长。兄弟姐妹们，这不是吹狼叉的，啊，兄弟姐妹们，别忘了健身呐。哎呀，这北京的故事多了去了，这冬奥会里面。开幕式，国际骗局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就是个国际骗局。我慢慢给你们揭晓啊，我让他们表演表演，一切都是骗局。还闭幕式呢，闭他大爷！
没有闭幕式的冬奥会，现在互相骗，但都会明白的，都会醒来的。感谢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在国内战友们，智慧的寻着搜索的记录这信息。这几天关于中国绑架妇女震惊了世界，说实话我心里很难受。这几天想想我曾经见过的，我经历的，我是拿鞋底戳我的脸，我觉得都不解恨。哎，我们太无知了，这就伟大的西方，人值钱呢，人命啊，我们都经历过麻木不仁，觉得我们自己很了不起，但我们骨子里边就有那种被洗脑被灌输的没有人性，不尊重人，没有法律。哎呀，我们真是很可悲的一种人，现在想想真的很心疼。哎，盲井这个电影一定要看，看完以后难受了我很长时间，但是现在真的是无能为力。但是接下来我们不能有任何借口，必须得停止中共的合法的默许的在中国拥有的奴役政策，太可怕了。说新疆集中营，我们都活在一个大集中营里，只是方式不同。哎，啥都不服了，兄弟姐妹们，干活干掉共产党啊，嗯嗯啊，啥都不服了啊。今天没有直播，太多事要说了，到星期三再说去吧。啊。